到今天，小米的产品呢已经进入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非洲呢是小米国际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在2017年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了非洲市场，积极参与非洲大陆的信息化、数字化的进程。在中非合作系列的举措下，小米已经在埃及、南非、尼日利亚、摩洛哥、阿尔及利亚、肯尼迪等16个非洲国家开展业务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将深耕现有市场，开拓新市场，加大在非洲大陆的投入。在这里的话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。今年2季度，小米的手机在非洲市场出货量实现了同比45%的大幅度的增长，市场份额呢大概12%，排名在第三位。小米其他的产品在非洲市场也同样受到了欢迎，比如电视、可穿戴、扫地机器人等。这里呢要特别感谢非洲的用户对小米的品牌和产品的喜爱和支持，小米将继续为非洲用户带来更多高品质、高技术和高性价比的产品。